感谢孙悟空蓝脸汉，谢谢老板每天都来送东西，谢谢谢谢，给个福星吧，给个福娃吧，行不行？给个福娃吧，可谢谢蓝林汉的小老弟，三国赵信行，老猛了，三国赵信猛的不行，让你明白什么叫信爷。别，我这猴不好拿呀，我操，全是对儿啊，猴不拿了，我们坚决不玩狼人，给天神也不玩，给天神也不玩，坚决不玩。谢谢 First， 这每一张网都是一个结子，这有点让我不知道撇啥了，刚才。玩劫呀，不行，劫这个东西现在不让玩了。我是卖分女儿还是卖积木呢？我卖积木吧，拿个劫。三国呢？没给天选呀，三国，别着急，现在上三国不行。现在上三国赢不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大树这么猛，哎呦我操，我嘎里奥都干不过他。谢谢终将笑冷手，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月神也可以玩，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感谢孙悟空蓝莲汉，大家出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是2500跟500啊，建议玩月神呢，不行玩月神吧，行不行？装备不行，那装备那都无所谓，一会儿就有的，想要装备还不敢单吗？满汉全席要出了，可能要出了，谢谢西赖彬彬，可能要出了。夜玩月神行，那我就不玩了，谢谢终将笑冷手啊，感谢感谢，还有三分钟开奖。好不容易前期有把锤石灵魂莲花夜游，我不能给他浪费了，好不容易有一把，我们玩夜游瑞文。谢谢听佛哥摸了听，这哥们怎么回事？空城计啊，
夜游削了，哎我操，削了，削了也没事儿啊，锐文不削就可以呀、啊。夜游的装备不太行，先给那个锐文来个蓝 buff 啊，必须得先来个蓝 buff。你知道前期拥有一个锤石夜游是一个什么情况吗？是无敌的情况。感谢低鱼最帅蓝林汉，谢谢孙悟空蓝林汉，谢谢加泽斯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，还没有出东西。还没有出东西，大家出了是满汉全席2500，海鲜大餐500啊！想参与，抓紧时间。一会儿上个盖伦。哎呦，恭喜伊娃出了海鲜大餐，赶紧试试满汉全席。屏幕上方正在飘满汉全席，赶紧抓紧时间试一试，还有40秒钟就开奖了，还能参与一次我们直播间的抽奖。谢谢嘎哲斯。谢谢吃粑粑的男人，感谢杰斯。感谢终将秀冷手啊！还有2秒钟，1秒钟开奖了。装备是不是得给一点？我觉得没有装备不爱赢啊！这先给个蜘蛛，再给个寡妇，这家伙这也不爱赢啊！这不赢哪能行呢？我操！这包女直接给我扎死了！这包女，把包女杀了！我们只需要前期保持住血量啊，这把就直接就无敌，保持住血量。银马前期也挺猛的，其实，不过我们已经有盖伦了，5、6、7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这三个一会儿卖了啊。吓我一跳，我寻思这无一星福星挑战任务都没过呢。大剑，哎，这个可以。呀，早知道阿卡丽不撇了。这阿卡丽不撇，直接起飞。这波升不升？这波升了吧，直接上个 G 轮。夜幽可以配秘术，然后呢，也可以配。也可以配那个那叫什么来着，减攻速那玩意儿呢，莫干辣那玩意儿呢，也可以配个宗师啥的，这都行。这怎么的，打不动啊，这
寡妇为啥不杀小法师呢？这哥们儿也太幼了吧，我的妈呀。寡妇换滑板鞋，你们觉得能不能行？模糊了，呀，怎么糊了呢？下边给我来个瑞文，呀我操，我没有威音呢，我才想明白呀，我想了半天没有威音呢，我们来了，是我一直没拿还是他就没出现过？我上个滑板鞋看看狠不狠。五级瑞文做梦呢？咋做梦呢？这怎么能叫做梦呢？这叫梦想，不叫做梦。不过威音也只是个挂件，无所谓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随时撇的灯撇哪去了？人家这六级不就来瑞文了吗？这俩我们都能拿。还有这个，这俩也都能拿，看他们要哪个。别跟我抢！你妈的，你这打广告，你这算了，我操了，你这个逼还抢装备，你有点恶心人了，你挺恶心呐！你知不知道你在犯罪犯法？给你抓起来，给你！大剑图标改的看不出来了，能啊，这不暴风之剑吗？升啊，这波升亏钱啊，不合适，算了，我也没掉多少血，这都可以接受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哎呦我操，我这卡牌一秒钟就没了呀，这卡牌呀，刺客阿卡丽，忍者刺儿，哎呀，忍者刺儿！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给我来蛇女了啊！拉七，七级开地，地到瑞文就无敌。
上四个夜幽也没用啊！我一寻思，你说我上个威音加点法强没用，那唯一能有用点的也就锤石了。你这锤石，我整个二星的盖伦不香吗？对不对？想半天刚才，没事，你再打死一个就行。我不要求你打死多少个，这厄斐琉斯打不死就算了，对。哎，可以，下波我们升级地律文啊，这波鸡哥给个大棒子，鸡哥给个大棒子，鸡哥错了，鸡哥，你叫错了，狼哥，狼哥，狼就是狼哥走，狼哥。大棒狼哥，大棒狼哥，大棒狼哥，狼哥，你有大棒吗？别告诉我你没有。瑞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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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瑞文。瑞文，瑞文，瑞文，这家伙！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3456，卖了也没用，这么地儿。给一只就行，给一只基本上就锁了。哎，削夫了，先拿手瑞文。盖伦撇了，卡牌撇了，蜘蛛撇了。两锤石，一蛇女儿，一凯南，一分女儿，一这个，一瑞文，海克撇掉，拿个莫甘娜。完了，维音没上去，我靠！哎呀，不是唯一没上去，上错锤石了！哎呀妈呀，妈呀，妈妈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属实是有点难受啊！我没看见我的羁绊呢，怎么没人跟我说呢？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说？锤石难道要升三？升级上个秘术，也不用升级吧？腰着，没有就拉倒啊，没有就算了。锤石要是能升到三就好了。再给个大棒子。
神射手是比较克我们的，我们比较克那种法师。哎呀，莉莉亚，我现在要莉莉亚我也上不去，没用。我们不上莉莉亚也可以，确实，所以我就不要了。我得要装备，我得要这瑞文的大帽子。升级，找一个瑞文。480、720，我把瑞文往前面放点吧，要不我让锤石往后边站点。这24滴血掉的有点多呀，这还能不能拉到八了？这这波的盾还可以啊，打不动有点，别给我瑞文秒了就行。哎，老包女儿怎么的？老包女儿再不地就没了，我没什么好地的了，我就把它地到二，我50块钱我都不一定能把它地到二，说实话。我们现在只有升级，你要非得让我地也行，我都不一定能地得到，你知道吧？浪费钱这玩意儿呢，你现在地它地不出来，更浪费钱。这英雄只能拉八在地，要不然就地不出来，可烦人了。随时赶紧给点盾。哎我操，这阿卡丽还好，这阿卡丽呀、没有那蓝 buff。 给我套盾，蹲呢？如果瑞文是两只，现在我就地了，他一只我肯定是地不了。不是你老让猫咪换建模干啥呀？猫咪换建模有啥用啊？我猫换建模有什么用呢？重装战士啊，我换一个重装战士，加了100点护甲，这有什么用呢，兄弟？到不了八不行，咱就地，行不行？哎，不行咱就地。你要非得让地不行咱就地。哎，可以地了，这回可以地了啊，这回可以地了。这给了个妮蔻，我这地出来一个就起飞的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？留钱，闲聊时间已经结束。我应该上腰了的，操！这没啥合的呀，这
杀银刀锤石，你们觉得这理解怎么样？算了，即刻吧。天神锤石，不得不说呀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发现呢，这个灵魂莲华夜幽这个瑞文的盾现在确实有点少啊，这盾也太低了吧。缺的有点狠呢、啊、这盾连半管都没有，就两管。720生命值护盾，都没多少盾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甩一手腰子，砍了一半，不行，这盾略微有点少。得六灵魂莲花夜游，没有六个不行。呀，这底下都是个位数的呀，你别老让我上剑魔了，我给你拿个战士行不行？我给你拿个战士行不行？你别老让我上剑魔了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操了，一直让我上剑魔，我上剑魔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可真是佛了，一直让我上剑魔，我上剑魔有什么用？你们说这瑞文要不要被集火？每回我这都输，我这样式的上。上刀妹可以啊，但是现在不是没有钱吗？那我给你锁一手行不行？我们就上来捡对面攻速，然后呢有秘术给对面耗死加盾。瑞文被扎死了，你俩能打得过这包女儿不？给我瞪他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，老爷呀！这还掉我点血，我的天哪！Mm-hmm.
这都是个位数啊，这几个小子。哇，这厄斐琉斯，我瑞文要是能把他杀了就好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把他杀了，只要刮着他就行，刮不到估计这波输了，他这个伤害呀、啊，有点接受不了。GG，他没死我死，反正俺俩就是必死一个，他不死我就死。那瑞文没上去切他，要是能把他切他还好，还好一点。